加油！那你还要跑吗？还是要上车？谁太快？哎，我才开15哎，好好，哎，把它录下来，赶快。拍照啦，走开啊！啊？我上厕所，鸟不准啊！就别鸟。你要对准树哎，你怎么没对树？啊？为什么？没有啦，随便讲的啦。赶快啊！赶快啊！都不对数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好，前进。谁在队？哎，左边就可以上去了，要走左边那个吗？看一下是什么。好，换个区上啊。换化石区，哎，化石区去散了。没关系啊。哦、你收起来，又还没下，那个下大雨再用。哦、慢一点啦，等一下滑倒。有累吗？拜拜。哎、欸，小心、欸！哇，筋膜今天不错、啊。还可以坚持走多久啊？走完这个吧。谁走那个？你。我走，我走。不要。我有看过蛇。你有看过蛇吗？我有看过蛇，去动物园就可以看到很多动物。除了动物园野生的。嗯。你有看过吗？很多啊。什么？这是什么特别意义？纪念石啊，山杉木及马尾松林。当时没有这么普及的机具设备，造林工作非常辛苦，因此刻了这块巨石以资纪念。但随着产业的变动，东眼山已经成为适合亲子共游的森林游乐区。我们只能从这块造林纪念石来遥想当时的造林工作情形。从这里抬头望，可以看见大小双方好像是对的小孩，睡觉都是。小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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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流将你。产生化学反应，变成各种新的矿物。
这些新生成的矿物体积往往比原先的矿物来得大，岩石里密密麻麻的新矿物因为体积膨胀而彼此挤来挤去，使岩石层剥落，远远看去就如地上冒出一颗大洋葱，非常有趣。